哎，我好像最近还有个新的，我们玩那个，粤语版的《逛三元》。哦，这个厉害，我知道。我不会粤语，就是要不会粤语才好玩。但是你一定要尽量说、OK。唔好意思啊，字母老师，加油啦你哋！我哋大湾区同埋广东嘅观众朋友，对唔住啊。啊，来逛三元啊！好，你个房间里有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？那个房间里有什么？那我来玩一个给你看一下啊，坛子。坛子，坛子。这样，我拿粤语来一个。踢球，粤语的英文没错吧？真的是，那个广东的朋友有时候都讲纸巾叫踢球啦。对啊。OK， 道理。过罗曼尼。什么？过罗曼尼。没听懂吗？再来一次。过罗曼尼啊。过罗曼尼。过罗曼尼。过路万里，过路万里，我够了。什么？长沙话，角落湾里，角落湾里，你这人唔得噶啦，你是角落湾里啊？那广东话唔系角落湾里啊，三个俯卧撑。点解啊？你输咗。我系 OK， 而家系广东嘅。你等阵，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，你等阵，睇睇，你哋睇睇，我哋 call out 陈美婷。哇！问佢过罗曼尼咩意思？什么？过罗曼尼 is means 啊，角落湾里，那是不是角落湾里？OK， 啊，而家听我讲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房间。唔准讲厨楼广东话之外个方言。而家开始呢个房间，如果广一住唔系广东话呢个话，就三个俯卧撑，得唔得？得。OK， 动物园里有咩呀？动物园里有咩呀？我先讲，马骝仔咩意思啊？马骝仔就系猴子啊。猴子哦，猴子！广东啲朋友话马骝仔，道理。踢球。动物三个俯卧撑，动物园。动物园里。哦，对。老公没有踢球啊。